原标题：老板连环画，五十年代的志愿军英雄传画铺，五十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连环画《志愿军英雄传画库》，将志愿军的英模搬上了连环画，开路先锋勇敢的天鹰，登高英雄地雷，搬家孤胆英雄，对空射击手邱少云，奇袭祖国之花，谁家里要是还有这些连环画，那可得好好留着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